直接拿钉子那打他，拿钉子打在那个人，不能杀伤系统啊，这才杀伤。哦，一看，哦，知道，就这么着。他送的那个就是药品吗？还有点恐龙。你手不能做测试吗？不行。然后，这是一种，用这种固定的时候，这个不是通风。它这个这样插进去，是不是与这个螺丝拉